歡迎收睇石 Sir 手機，石 Sir 係，我本來咧仲諗住話，尋日見過2380唔使驚啦， yeah， 所以咧呢啲嘢，呢個世界咩叫做係大白鯊嚇？點啊？噔噔噔噔噔噔先及你啊！唔使擘大口，哦，係啊，咁啊吸吸曬，今日跌咗出去，跌得啦，係咪？係啊，好簡單。唉，點算啊？都係要見翻231嗰啲位係咪？冇，咁之前都講咗係咁多嘅咧。係，係咪？睇法冇變，上下睇法冇變。嗯，係嘛？因為睇法冇變好簡單。咁睇下市會點先？睇市先啦。好啊。睇市咧，可以用好多個方法。係。亦都有啲指標。我自己個人覺得應用嘅指標其中之一個好咧，就叫保利加通道。保利加通道以前都講過，最好就係佢有個天花板，有個床下底俾你，係咪啊？係。嗱，咁啊，去到呢個床下板咁多之後咧，佢會去翻天花板嘅。天花板過多之後咧，佢話落翻嚟床下板嘅。咁其實好簡單嘅啫，大家要做嘅十分之簡單。凡係佢一升穿過保利加通，即係呢個係通道嘅中軸，你就買。哦。咁咪由呢度位唔買到呢個位咯。嗯，跌穿保利加通中通道嘅中軸嘅呢度啊嘛，系你又沽或者出貨，咁而家咪跌呢度咯。系，咁其實你話短啲嘅又如何啊？好似咁咯，短啲咪去呢度咯，係嘛？咁呢度短啲又如何啊？嗱呢度咯，嗯，係咪？係咪啊？咁你話哇呢度俾佢揾一笨喎，算啦。人能夠次次諗咁精明嘅，俾佢揾一次咪揾一次咯。呢度時你沽咗，咁呢度時你買翻咁咪算啊嘛。係，補翻啦，係咪啊？所以呢個世界上面咧，嘢係唔好搞得咁複雜。哦，簡單就是美。係，或者係講喺炒股嘅情況之中 ，simple is 賺錢。嗯。當然你可以用好多方法去度好多樣嘢指標，用到好多好多好多。即係我即管又唔怕咁講講啦。以前嘅時候我睇158個指標嘅，邊睇得唔多啊？唔係啦，睇完過嚟個市都走咗啦。有啲又話升，有啲又話跌咁樣。係咪啊？有啲又升，有啲又跌，有啲又話打橫行咁。係，都唔知信乜。咁我只係揾一個。嗯。即係話邊個籤筒係啱嘅咧？你揾嗰個籤筒就算啦。你不要呢個廟又係求子籤，嗰個廟又求子籤。又睇埋星座啊、時辰八字咁啊，嗱嘢。哇！求咗100個籤筒之後咧，你有100支籤，你都唔知點樣打平均。嗯，係。揾一間廟咪算咯。嗯，係嘛？好簡單，睇翻個圖。嗱，喺呢度嚟到之後咧，跌咗落嚟。其實最緊要有樣嘢，呢個真係大陰足啊嘛，係有大陰足，一日唔升穿過呢個位咧，上面咧你都唔使諗噶啦。哦，呢個位上面嘅高位咧就係2408，唔升穿2420嘅啊，你都唔好諗啦。嗯，咁呢度跌落去咧，嗱，又唔好講係有一樣嘢。哦，真真正正咧，唔好睇少呢一個，係唔好睇少呢個，大家翻翻嚟睇一睇呢個位。你話扯到底啦嘛，嗯，咪得咯，係，喂，佢真係穿位好多個底啊，18層都落到，咁穿底嘅時鐘咧，咁你今次如果穿底落到呢度，會落到邊度咧？好簡單啦，係，我覺得就係嚟翻呢啲位咯，哦，225嗰啲嘅咯喎，係啊，25啊或者咩嘢，咁當然啦，如果好少少嘅就維持翻起232啊呢啲位啦，係，唔覺意225啦，嗯。咁再唔覺意咧，25之下咧，我唔知噶，哦，真係唔知啊！點解咧？等人講講啊。好，好啦，國企指數一樣啦。如果按照啲咁嘅即係中間理論嘅話，嗯，係嘛？係中庸之道執到嘅。嗯，好啦，上證指數嗱落嚟啊，係深證指數，好啲啦。未去中間位，係。不過會唔會到中間位咧？嗯。Dow Jones，未去中間位，不過傾向去嗰個位。係。嗱，你又唔好話俾我知，
佢哋先真真正正特朗普去翻特朗普位啊！啊升穿咗20,000点，佢话好嘢啊嘛，嗯，唔系系咪啊？系啊，好啦，再跟住美汇指数，嗱、琴日小飞龙咁好，加硬息啦，系100%啊，100%啦，嗯，咁呢个即系话会加息呢样嘢，我已经喺呢度已经前日讲过噶啦，系系咪啊？前个礼拜一仲系话31，到礼拜四已经去80，哇，变化几快脆啊！系咁已经讲完咁多，喂，美金系咁啫，仲要琴日咧，喂，今日仲上嚟。有些是陰陰地的、即是說美金都不是很肯去咯、日經指數怎樣下來咯下的啦為什麼每匯指數都去到這樣的情況之中你是不能好升、又去到這個位置、所以呢基本上是一片非農就業數據嘅係亮麗歡呼聲之中，市場竟然係陰陰跌喎，係加息啊嘛，即係聽翻個數唔使睇啦，係嘛？都預咗100%啦。咁加息唔係已經預曬咧咩？係啊，加息嘅預期消化曬啦。如果加息預期唔係消化咗嘅話，美元唔會窒住嗰度啊，係係咪啊？咁所以基本上呢樣嘢咧，加息嗰樣嘢已經完咗啦。哦，現在市場要看的就是要看的今年加幾次息呢、沒有人再喊兩次了、這個上個星期已經講了沒有人再喊兩次了下星期一次了喊三次了、是不是、現在再開始的人就喊、會不會四次呢、這個很早前我已經說不要看小今年、以為聯邦儲備局又是好像去年那樣喊三就得一今次可能就是喊三加翻以前上年嗰啲，未曾嗌到嗰啲，哇！咁積極進取啊！唔係積極進取啊，即係而家開始咧，市場咧有個咁嘅傳言，傳言啫，係好多陰謀論嘅，係因為咧，耶倫咧呢、這個美儲局長咧係民主黨人，哦，唔 like 共和黨的特朗普所以臨走時扇他一鑊加息加到他衰退不是吧就趁今年了是吧你說不說都好啦喂市場現在開始這樣的事嘛、即現在市場有些人說喂不應該加息了吧、這麼快就不應該加息是啊因為共和黨人開始已經說不好應該叫他加息嘛、因為你加息呢真的要經濟上漲呢是很難的減息是好一點的、是已經開始就散佈消息說、我不知道是散佈抑或是真抑或假的就說耶倫是有政治陰謀、要使到呢帶來一次經濟衰退、所以為什麼你看到的東西開始不是很動、哇真的不知道怎樣、即是皇庭宮閨血腥慘案第二次就是咁即係哪些人都血腥呢哪些人是慘一般小市民咯是即係如果今年他不覺意哇他其中有一次加半釐啦哇他不需要加這個什麼他都是加兩次不過每次加半釐一樣是超標完成仲驚你仲驚所以呢點入邊嚟講咧，就變咗有困難。咁啊，耶倫睇個樣咧，都係唔會做完呢、這個，即係做完2018咧，嗰啲係收工噶啦。係。咁啊，換個特朗普上嚟嘅人上嚟啊。咁然之後，特朗普換上嚟嘅人咧，據聞啊，係想換上嚟嘅人都支持3月加息喎、哦。我氹乜樣啊？係啊。啊，咁你冇法子㗎？點解咧？你話我唔加息啊？喂。全街都看加息的嘛你說不加息是那即是說切你是特朗普的人、你現在已經為他這個是辦事了怕什麼、是不是辦事了那怎麼行、那之後我對你聯邦主義那時候已經沒有信心了
咁樣。咁於是我就會將我點樣啊？點樣去再呢個由國會度肯定你啊？係唔得喎？起碼上哇！你先係同埋白宮一齊要夾埋做事喎、做壞事喎，唔得獨立性喎。係咪咁咯？所以呢個過程入邊咧，現在已經唔係睇三月加唔加息，係而係會加幾多次息總共。嗯，不耶倫啦，我諗多數佢到時三月加息嗰陣時咧，又係會咁講嘅。我都睇睇數據嘅啫。係。咁冇計，啲數據又真係好啊！不嬲都係數，嗱唔好話數據一定好。哦，唔係咩？就業數據好啫嘛。嗯。啲人嘅工薪點樣啊？哦。嗱，呢個禮拜五要睇嘅。係。如果都係有汗出，冇乜糧出咧。嗯。再加埋個 GDP， 而家有人講話應該 revise 翻到 1.2。嗯。唔係 1.5， 美國第一季。嗯，咁啊，仲有好多嘅等等等等諸如此類嗰啲，即係淡嘅數據睇前景個經濟活動前景嘅。係，若然係咁嘅話，哦哦，仲有啊，今年嘅今時嘅時鐘個就水佢點解強勁咧？因為美國今年嘅冬天咧，除咗喺加州邊比較突然之間有啲凍啲之外，温哥華要凍，温哥華邊凍啲之外，整個美國係暖嘅喎。哦，冇咁多停工啦，冇咁多停工喎、開工都多咗喎，系嚇，咁之但你亦都要預住喎，有啲嘅係快餐店咧，已經推出機械人送餐啦喎，嗯，系取代呢個工人啦喎，系咁樣嘅情況之中咧，你睇到一樣嘢噶，哦，點啊？少人做嘢咯，又嚇，咁、所以呢樣嘢入邊嚟講咧，都係會出現一啲咁嘅大問題。入面的小問題，是這些小問題呢，又如果化出來會變成大問題，嗯，是，所以現在是需要看一些很濕聲的數據，嗯，所謂看一些所謂衰退萌芽的數據，哦，就看一些工資啊，多不多人開工啊，看工資，嗯，看公司盈利，是，要看很多其他一樣的東西，咁要睇有啲衰退萌芽嘅證據。嗯，就咁啦。大家睇住下禮拜到底耶倫講啲嘢夾唔夾，或者應唔應先啦。耶倫講咩嘢，暫時冇乜意義嘅。哦，係睇數據。好。嗱，上個禮拜我哋睇咗特朗普嘅演說啦。嗯。今個禮拜嚟睇下我哋中國嘅工作報告。好啊。有冇特別咧？定係都係，都係講啲咁嘅嘢嘅啦。有唔同。有唔同咩 ？Yes。係。好唔同。好唔同。特朗普的係依個講嘢入邊嚟講咧，樣樣都講咗嘅 view。哦 ，no figure。no figure， 冇數字嘅。冇數字嘅。咁、人人都覺得就係即係前景偉大、前途是一片光明的。係。道路不知怎樣走的。係。就係咁樣啦。嗯。咁啊，阿李阿強俾你嘅樣嘢，我覺得總體就話、是。前途不是好樣的，唔係啩？係啊，不是好樣的啊！對炒股嚟講，係啊，因為有實際數據的，哦，有執行用任務嘅數據，嗯，係啊，有數據好，冇數據好啦咁樣。我又覺得有數據好啲，係因為咧就話俾你知，你會知道點死。哦，有譜睇下，有譜知道點睇點死。嗯，係啊，好嘛，我睇睇啦，好。好，呢樣嘢入邊，大家睇到 6.5 啦。大家認為，哇， 6.5 出嚟嘅咧就係話，過去咁多年就係最低咯喎，廿幾年以嚟最低喎。嗯。咁之後咧，整體嘅中國 GDP 係升咗定少咗咧？哦。嗱，舊年又升咗 6.7。嗯。今年又係升 6.5。喂，呢、這個 6.5 係喺舊年嘅 6.7 之上嘅 6.5 喎。係。咁即使係越嚟越大咗啦，係係咪啊？咁中國嘅數據過往咗26年 GDP 係咪年年增長咧？嗯，係啊嘛。係美國嘅 GDP 過往咗26幾年係咪年年增長？唔係、基本係趨跌喎、哦。係佢嘅增幅越嚟越低喎、哦。嗯，咁喺呢點入邊嚟講，你會揾得到，所以係人都講緊咩2020啊、2030年啊。中國的 GDP 整體總值是會高於美國整體總值，咁呢好簡單啫，一架飛機降落，一架飛機上升，中間嘅天空某一點一定係會交叉，
係係咪啊？第二樣嘢啦，居民嘅消費物價指數漲幅喺3% 左右。咁你話，咦，高咗喎、啊？比美國嘅係依個嘅係2% 係高1% 喎。啱啊。係啱嘅喎，因為我哋啲豬真係跳嚟跳去噶嘛。係。係咪啊？咁所以咧，仲係啦，我哋舊年嘅 CPI 數據係好低位嘅。所以今年咧係會升多啲。嗱喺呢點咧，我特別要翻翻嚟一樣講。係。呢個6.5呢個問題。6.5係咪好高咧？咁樣樣，千祈唔好咁諗。因為6.5咧係要同隔離啲行業加埋嘅。係。中國經濟增長係要有6%，先可以增長到係增加到10,000,000人嘅就業嘅。嗯。冇6%係唔可以 create 到1,100,000人嘅工作嘅。係。美國現在咧非農嘅時咧，小非農啊，琴日咁20,000/25,000都係增加300,000嘅職位啫。一個月，即係中國要增加一年要增加一個月要增加100,000個職位，係先可以達到去差唔多係即係或者唔係100,000呢個900,000啊。咁即使美國嘅最勁抽嘅月嘅3倍，係咁呢個好必然㗎。人多啊，因為我哋13億人啊嘛，佢3億人啊嘛，係咪啊？係咁，所以我哋應該增加佢3倍。咁因為咁嘅情況之中，你如果冇一個六下是底線啊，去不到的話，佢增加不到咁多職位。好啦，赤字咧就按照咧3%，咁啊係比舊年增加咗嘅2,000億。M2 嘅增長率是少咗嘅，係少咗。曾經以前去到16，去到20都有嘅。係而家舊年好似13，今年去12。你預咗啦係嘛？預咗啦。生產總值能耗下降3.4%以上，會減税，係。另外咧會減少農村貧困人口，大約10,000人，實現進城户口咧就1,300,000人。咁呢啲咧要睇嘅問題就係話，喺政府工作報告一再講出唔好數字脫貧，係。即係話再俾假嘢我，而係會點咧？落鄉口考察，一部相機一個錄音機，係唔好搞咁多嘢。嗯，一定落鄉去睇係唔係真正脫貧。嗱喺呢點入邊嚟講，係具體好多，唔好再同我做假嘢。下面做到嘅，下面做唔做到咧？以前仲有一做，哦，冇啦，而家開始少啦。點解咧？唔好唔記得，今年係13/5規劃嘅第一年。我等陣再講講。好，好啦，工作嘅重點就係貨幣政策啦，樓市咧已經講明啦，係只準住唔係炒噶啦。金融市場嘅時候去槓桿啦，又講呢個係一個股權嘅時之中。是只准投資不准炒的啦，金融大鱷啊，拉人啦、啊、已經，係咪啊？咁啊，再跟住去產能啦，啊呢種部分嘅鋼鐵產能要去5,000,000噸啦，再跟住又混合制啦，再跟住就係呢樣嘢就起得多啦。係嗱，呢啲就壓嘅，就是、鋼鐵，呢啲又改嘅，改嘅時即係唔知邊個俾人剁咗喎。係。啊！呢啲係一定加入投資嘅，係，所以好簡單。咁呢度入邊咧，要去槓桿，即是你唔好炒咁多啦。其實去槓桿咧，就即係從呢3樣嘢有關係嘅。你唔去槓桿，點可以防止人炒樓？點樣可以有到穩健嘅財政政策咧？係嗱，呢個咧就係 GDP 增速係咁，即係整體 GDP 咧就應該咁樣嘅。好啦，咁國務院工作負責呢個咧係呢個起草人，佢話今後幾年嘅經濟咧增速係6.4%，或者接近6.5%，睇清楚呢個問題。只要就業唔出問題，經濟增速高啲低啲冇問題。所以就業唔出問題咧，就係話每年要創造1,100,000個職位或以上。係。
保 6.5 是不是肯定呢？我都说了不是一定肯定的，起草人都告诉你不需要的嘛，是不是？那最主要就是就业职位嘛，所以不怪得他做钱啦，哦，借付啦，钱啦，是 X 啊，嗯，啊，那 X 的就不要理他了，哦，这个人负责人嘛，是不是？好啦，再跟住咧，目標降至 6.5 等於俾政府鬆咗綁，梗係唔係啦？哦，而家因為呢個 6.5 係喺舊年嘅 6.7 之上嘅 6.5 啊嘛，嗯，係，即是等於舊年嘅7噶啦，係，所以去到依個今年嘅時鐘，你揾得到就最緊要就業問題，嚇，去年實質中嘅 6.8， 我正話都講 6.7， 而家就係 6.7 啦。中央就壓水分，點解刻意壓低水分咧？就話俾你知，唔好搞咁多嘢。哇，仲話會經濟可能會比去年可能超過7喎。哇，即係你唔好叫李克強太痛苦啊！好啦，咁我哋睇睇李克強堅持嗱講匯率啊，改革方向。梗係要穩定地位啦，不過快慢程度啫嘛。人行副行長咁啊，今年初穩定趨向，人民銀行行長負責任嘅大國，人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嘅李陽，佢話依個點啊？要穩住人民幣就冇問題啊！最不利嘅衝擊已經過咗，未必，未必。咁啊，人民前或者餘興定就中國對匯率大幅度波動，所以相對上嘅抗受能力非常強，人民幣大幅貶值可能性唔大。係人都咁講噶啦。係，好啊，呢啲點基建啊，基建係8000億投資，鋼鐵減5000萬噸，電信哦哦，哇！喺國內打電話啊，漫遊啊，同埋長途電話都唔使俾錢啊！哇！真係好啦。咁啊，去年嘅鐵路基建股嘅雙向超額完成啊嘛，咁因此咧就係咁樣做嘅啫。鋼材股嘅有短線刺激，好似咁板塊今年啲累升咁，你點仲買啊？仲話要減啊？呢樣嘢唔好睇少啊！電信商取消逐步取消漫遊收費。咁啊，對股係影響有限，係梗係啦。舊年已經講咗噶啦嘛。5G 開發係咪一定會多啲嘢咧？我都唔知道。哦，係咪啊？嗱，喺咁多嘢入邊咧，我只係想講一樣嘢。係。就係呢一度。係。樓市。冇啊，冇出招啊。金融市場。樓市同金融市場。嗯。冇出招。係。不過招數咧已經講曬啦，係兩樣都話唔俾炒。嗯，你要炒樓同埋炒金融市場，首先第一件事係咪要市場要有水先啦？係啊，仲有啲係不受控制的水啊。係，美其名嗰啲叫熱錢。嗯，亦都有嗰啲叫體外資金。哦，亦都有嗰啲叫係地下錢莊，有影子銀行。咁即係我想請問，係如果要解決樓市同金融市場嘅炒賣，要控制水嘅話，係嗰個對口嘅部門啊，哦，控管嘅水務局啊，係喺邊度咧？係咧，邊個咧？邊個山水喉咧？銀監，哦，銀監，最近揾咗邊個人去做啊？哦，揾翻翻嚟係咪？郭樹清係。郭樹清做過乜嘢啊？呢幾年哦，係第一以前建行行長，好。第二後來咧就去咗係證監，咁啊證監之後咧就去到之後就要改革，係就百日維新，佢都有百日維新嘅喎。哦，係啊。你唔好以為淨係一個特朗普有喎，百日維新，咁就因為佢做100日到啫，係就收工啦。嗯，佢每日咧就推出一條條例出嚟，啊，係就管嗰個係股市，嗯，梗係不得人心啦，嗯，係不得人心嘅時之中，你阻住我揾食啊嘛，
咁當時咧就解職，係就去咗山東省。嗯，咁啊去咗山東省之後咧，佢就喺山東省度搞咗好多金融嘅係嘅嘢。嗯，喺山東嗰度咧就開始擴展咗交山東省嘅金融業。係，再跟住咧到今年嘅時候就翻返去銀監。嗯，咁當呢個係嗱佢銀行出嚟嘅，係而家翻去銀監。嗱，咁我哋要睇幾樣嘢。嗯，我以前咧都對郭樹清咧睇得好好嘅。哦，哇，有作為。係。咁即係百日維新俾人一剁咗落嚟之後，我就為佢前途好擔心。嗯，會唔會就此就雪藏咗咧？哦，人間蒸發咧？嗯，因為阻咗好多大鱷揾食啊嘛。係。阻咗好多嗰啲咩官二代啊、富二代啊，嗯，嚇、啊、黑。黑三手啊，系嗰啲揾食啊嘛，嗯，揾到咧，原來中央，我覺得中央啊係保佢嘅，嗯，靜雞雞擁咗佢山東省，系又唔係擁佢新疆喎，哦，俾有得發圍嘅，有得發圍嘅地方做，俾一日 keep 住咧，一路成日喺度搞緊金融嘢，系咁當然你就知道好多嘢啦，嗯，係咪啊？以前嗰啲建行噶嘛，跟住一翻嚟做翻銀監，嗯，銀監上嚟之後第一件事就講咩？管，哦，管不得任性，係。嗱，以咁嘅資歷再翻嚟嘅話，好明顯呢個係中央特派員。我的界定是，嗯，是這個銀監不等同以前的銀監的主席，哦，是同樣，嗯，今時的是證監的主席葉士林，嗯，也都不等同以前的證監主席，因為今時的證監主席呢，國內那個，啊，是不要忘記他還有個副手，哦，是姓孟的，哦，是副公安部長坐過去的，嗯，他就屬入於當時那些這樣的，是就是獵狐行動，起先是副主獄副組長，嗯，搬上去之後正監之前的是正組長，是我們現在不知道他是屬於是正監人啦，抑或是就是公安局人，哦，所以你看得到最近是不是開始有一些的大鱷，嗯，被人收了，是好似對前海嘅呢個咁嘅啲萬能險嗰啲咁樣嘢，嗯，罰你啦，係，係咪啊？嗯，好多樣嘢都會要罰噶啦。哦，哎呀，有啲嘅話，保險嘅嘢就禁止有啲人士十年不得再從事保險業。嗯，因為點解？你唔好以為你打擦邊球，係唔犯規，嗯，就冇事。唔拉得你坐監，嗯，我吊銷你嘅牌啊！做咩啊？唔得啊！係惡嚟啊！係咪啊？嗯，所以呢點入邊嚟講咧，一去到呢一點，揾幾個制期之後，嗯，大家乖啦，你揾得到呢一樣嘢。所以今年銀行入邊仲可唔可以搞到咁多嘅唔覺意借大咗嘅嘢咧？係。不是那麼容易，嗯，會不會出現有些東西那些熱錢管不到的水周到動呢地底動，我估計又不是那麼容易，是那即是這些錢呢沒理由這麼聽話的，嗯，有錢就身痕，是那些錢會怎麼做呢？可能真的坐大飛來香港，哦，搞這邊，搞這邊，嗯，所以點解你揾到地價？哇哇！你香港佬都唔敢出嘅嘢，老行專都燒數。嗯，係。哇！冇理由咁貴嘅話，佢就貴俾你睇。哦。因為對於呢啲人嚟講，錢不是錢。係。係嘛？再其次，對莫個別嘅啲股票係會冇高弄低嘅。嗯。唔覺意有啲股票可以一日升。10% 啊，20%啊，少少啲5% 啊，3% 啊，咁樣。咁之後咧，升升下之後又係沒有下文啦。哦，係。啊，
咁啊，邊啲去跟嘅話咧，大家真正好小心。嗯，係。咁你話整體嚟講，會唔會利好香港啲 H 股咧？我覺得，由於係上面嘅禁制，嗯，錢應該擠咗嚟南邊。咦？咪開心咯！因為呢個中國過往百一百年發展嘅軌跡，係中國的苦難，嗯，就是香港繁榮的玉土。哦，係，或者可以講香港的繁榮是建築在中國的苦難之上。冇咁噶，係係咁噶，係咪啊？係嚇。即係如果當中國唔苦難咧，嗯，香港嘅地位係冇嘅。聽住啦，唔好以為自己好醒啊！哦，你咁講我都而家唔知想唔想中國衰好啊？又唔係你要中國衰，如果中國衰咧，香港好極係有個譜。哦，係需要點咧？兩者擁抱。係。係咪啊？嗯。你好，我又好。嗯。或者做到你好，我更好。嗯。係啊。啊！即係如果千祈唔好就話。我不喜歡你好，嗯，我就踩到我自己都不好。哦，冇，咁就真係冇啦，係。即係將街道啲磚頭拉上嚟就掟嘅話，嗯，真係好唔好啊嘛，嗯，又嘥埋納税人啲錢，又要鋪翻啲磚頭。係，嗯，係咪啊？所以香港政府應該要捐錢俾嗰啲咁嘅掟磚頭嘅人。哦，嗱，我鋪翻磚頭要100,000，嗯，我俾你90,000啦。係。我仲為納稅人慳翻10,000，嗯，哦，應該咁，嗯，喺呢點咧，我會睇今年中國嘅政府工作報告，唔好再好似以前咁睇法，係，因為今年你一定要睇係習近平嘅13/5規劃正式嘅開始，嗯，之前嗰，那個。好多嘅嘢咧，已經我剛才講嘅郭樹清啊、余士流啊等等人士嘅部署，係鋪好咗嘅，嗯，鋪好咗嘅，係，所以一開始之後咧，真正就揦落去，嗯，一揦嘅時鐘咧，銀監嗰個責任係可能會比其他嘅地方仲勁，嗯，因為我拉你犯法，我仲要有法可依。是即是我夾住你的，嗯，就不需要的，我日日找人跟住你，嗯，我只需要一樣嘢，喂，唔該每個月俾個報表我睇睇啊，嗯，你已經好唔得閒，係，咁你仲要點樣即係搞啲唔知名路嘅錢咧？嗯，我唔明白，係，當然啦，你話會唔會做到一樣嘢？即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會，咁，之但係個魔成日都係高到一丈嘅話，呢，這個世界永遠都唔好噶啦。嗯，係。咁你要睇點樣可以維持到落嚟，係大家都係可以係道係上道，嗯，魔係壓咗落去。嗯，大佬啊，《聊齋》入邊係。你都唔好成日小善出唔到嚟啊！係，係嘛？幾時都要個樹妖，嗯，嚇，俾人剁咗好啊！嗯，係，明白曬，唔該曬，張 Sir。嗱，想重温翻 Sir 嘅手記籠咧，歡迎到 hket.com 嘅短片區。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下星期同一時間再見啦。